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四个网站，通过他们让你们每天都能赚取100美元以上。首先我会告诉大家通过什么网站来赚钱，然后你们应该怎么去做，怎样注册等等。我也会告诉你们需要注意的具体地方，我还会在视频中告诉大家一个诀窍，这样你就可以比别人多赚到至少一倍的钱。这期视频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而已，所以请耐心把视频看完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重要的关键信息。现在就开始了。第一个网站就是 SuperPayMe， 这个网站在全球所有的国家都是可以操作使用的，任何人都可以去做。有个网站叫 TrustPilot，这是个完全公开的分享评论的网站，所有人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发表任何评论。 SuperPayMe 这个网站在这里可是有2000多条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给出的评论，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站的评分还不错。这个网站有几个重要的优势，第一，它付款很快，24小时内就能打款。第二，这个网站的提现门槛很低。第三，在家里就能工作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网站已经向很多用户付款了超过400万美元，他们每天的付款明细都很清楚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是通过 PayPal 来付款给用户。所以如果你还没有 PayPal 账户，那么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赶紧去注册一个账户。当然网站还支持用比特币或者 Square， 想要在这个网站上赚钱，注册肯定是少不了的。而且当你们注册后能立刻获得 0.2 美元的奖金，只需要点击这里的今天免费加入按钮就能进入到注册页面。在这里你们需要填写自己的个人信息，姓名、电子邮件、用户名、密码，这些信息填完，然后填完你的地址，先选择你所在的国家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覆盖全世界所有的国家和地区，地址填写完后就来到了填写付款信息。在这里我们只要把刚刚申请好的 PayPal 账户填写上就可以了。当然如果是下面另外三种付款方式的话，对应填写好也是可以的。下面的小框框我们全部给它勾选上，然后点击我不是机器人验证后点击创建账户就可以了。因为这个网站的提现门槛很低，只要1美元，大部分人在这个网站上都是通过付费调查来赚钱，以至于他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做了很多复杂麻烦的调查，最后就只赚了几美分。其实这个网站还有其他更好的赚钱方法，第一种方法是通过付费调查，第二种方式是付费使用和优惠政策，第三个是看视频赚钱，第四个就是通过把网站推荐给别人来赚更多的钱。在这几个赚钱方法里面，我个人不建议你们去做这些付费调查，因为花费时间太多了。我觉得在这个网站上最好的赚钱方法就是看视频，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使用多台设备从而增加同时观看视频的数量，观看视频越多赚的钱当然越多了。其实你也不需要去真的看视频，你们可以把视频打开在后台运行，然后做其他的事情，比如看小说。接下来我们需要把重心放在分享推荐这个赚钱方法上，因为这个方法也不需要花费什么时间，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可以赚取推荐收入的 25%。 通过这个方法你可以很轻松的赚取100美元，只要你把这个网站的链接分享到你的社交平台上，例如朋友圈、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 Facebook 等等。当人们点击你的链接进入网站注册，然后做付费调查或者观看视频这些赚钱任务时，你都可以从这里赚到佣金，这是一个双赢的局面。现在我会教你们如何快速免费获得推荐人。我们来到一个叫 BM Money Forum 的网站，很多人都会来到这个网站学习如何在网上创业，网上赚钱。只要你把 SuperPay 在这个论坛上推荐给他们，就一定会得到他们的认可，因为你把一个很好的在网上赚钱的网站免费分享给了他们，大部分人都会点击你的分享链接去注册，并在这个网站上赚钱。一旦他们赚了钱，你也就能赚钱了。这个论坛成立了很多年，积累了大量的人气，每天都是非常活跃的，浏览量也非常大，而且这个论坛每天都有很多新人加入，流量可谓是源源不断的。我们现在也来注册一个免费账户吧，先点击这个注册按钮，然后就会来到这个页面，只需要输入对应的个人信息就可以了。注册好后就可以登录账户了，登录后我们向下滚动时就能在这里看到很多帖子，所以当人们点击发布帖子的时候，
你可以在他们的帖子下留言，回复留下这个网站的推荐链接。当有人看到你的留言，点击你的推荐链接，就能直接转到 SuperPay。当然，你可以自己开一个新的帖子发布，这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反正就是想办法让别人看到你的分享链接。但是我现在必须提醒你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你不能每天都这样去做，否则你的账户可能会被封掉。每周大约可以发布3次这样的帖子。不用担心，现在我会告诉你们另一个论坛，在这个论坛上你们也可以获得推荐，这个网站就是 Offshore Corp Talk。 这个网站是100%免费注册的，可以点击这里来注册，同样也会有很多人去这个网站找网络赚钱的机会。在这个论坛上你也可以发布与 Beer Money Forum 一样的帖子，但是这两个论坛不同之处就在于，在 Offshore Corp Talk 上你可以在一天内发布很多帖子，而且在这个论坛上发布过的帖子不管多久都不会被删帖，所以这些帖子就会一直被人看到，这就无形中变成了你一个被动收入。因为只要有别人看到你的帖子，然后点击你的分享链接，你就能赚钱了。如果你还想了解其他赚钱方法，可以看看我的其他视频。好了，这期内容到此就结束了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